大家好，那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。今天呢是那个曾淑琴的演出。那在她上台以前呢，我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那个村里面的一些建设。什么建没有啊，村里面建设最近都是长这个样子。就是我们那个后面呢是这个蓝色小屋。蓝色小屋就是今天呢，它平常是那个室内的表演场，那今天是歌手休息室。所以大家这边是我们工作人员区域，所以表演的时候呢都尽量不要靠近这边，也不要跑去里面找曾淑琴，因为他都在台上，你会扑空。然后那个后面你们的后方呢是我们的厕所，我们这个全铁花村最优秀的一个建筑物。那厕所旁边呢是我们的吸烟区，所以如果你有吸烟的朋友，千千万万要到那个地方，给在那边那个抽几根没关系，在那个火炉的旁边的地方。那外面的朋友就是现在围观的朋友，那边是我们的外场，那边是低消区。如果你就是欢迎大家，你要是那个脚可能会有点疲惫的话，你可以有两种选择，一种是买票，买票买票再买票，然后入场，那其他的就是你们知道的啦，就是大家就是那边算是我们的试听区啦，因为大家常在买票的时候会有点犹豫不决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不要试听太久，这样会就很像那个在成品那边戴耳机听太久，对啊，冷气也是要钱的，好，那这个外面有慢市集，我们待会那个大家都有盖章，入场的朋友都有盖章，你们可以凭章自由进出。那今天曾淑琴说他会唱很多歌，唱到天荒地老，大家要有心理准备。每次来都很卖力，一首接一首这样，总是没让大家失望过，那今天也不例外，刚刚有跟他确认过他会唱很多首歌。那草地上呢，今天草地上有一个很特别的那个手作教室，是可以 DIY 做一个手作玉手，所以这个到明天都有，所以今天听完演唱会，明天还要来的朋友呢，我们整天都可以体验我们的这个 DIY。 好，那应该都了解了啦，铁花村的那个来龙去脉就不跟大家多说了，因为今天曾淑琴准备很多歌，那我们就那个一起最后本人代表台湾好基金会，然后还有铁花村，欢迎大家到这个地方来，我们一起掌声欢迎曾淑琴。